你看，从这里，如果说我从这里，好，你看要走，启动，启动在这边，你看，启动在这边，启动，启动，这个力量，啊，这个力量。过来握胯启动，你看这个一转脚回来了，是不是啊、哦、所以你的启动过来自然这个脚回来到这里，顺着裆走，你看往后拉胯，后胯往后拉，拉这个裆，拉你的手，左手就往前了，就是这个力量啊、哦、到转，你看启动，启动落走，启动在这边撑好，拉开，你看拉开，不要用蹬的，不要用这个力量，是这个力量，然后后坐，你看这个力量，这样子开的，这样子开落下撑，你看又是撑裆左顾落下撑裆打开落下撑撑撑出去了，落撑横捋斜捋，你看斜捋还是在这边，斜捋走当，这个往回拉，拉住当，撑开，要不懂，每一个动作启动都在这边，它这个力量就会，比方讲我到这个地方来，我跨一启动，看到这个手了，看到这个手了，有没有落下开裆过来，裆拉拉拉拉拉拉拉，把腿拉过来，这样子的啊、哦、每一个啊、哦、你到这里了，你看落下往前走，这个落下这样子走啊、哦、勾起来的脚下去挖起来，当撑出去，这个力量啊，去用裆胯来玩啊，去试试看。